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的 V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笔架山一号。笔架山一号的前身是九龙宅军人宿舍，是长江实业在1999年以32.4亿购入的。整个屋院有604户，16栋楼，单位尺数有976平方尺至2306平方尺。事不宜迟，就让我们去参观这个单位啦。大家好，这就是九龙超高人气的物院笔架山一号。这个单位使用面积是1026平方尺。你看它内部的装修是非常的漂亮和舒适的。半山一号是依山而建，所以外面的景观都是翠绿的山峦，给人清新的感觉，环境非常的清静，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。露台外面望出去是一望无际的绿色。这个单位原来是3房2厅的设计，但业主改建成为2房1厅的单位，2间房打通为1间房，一边是衣物间，另外一边是睡房。睡房和衣物间都超大的。另外一间的睡房，主人就将它设计为一个套房。这个是房间，这个是洗手间，是不是都非常的宽敞和开扬？时尚的厨房是家庭主妇的最爱，工人房也还挺舒服的。大家顺盘难求，趁这个黄金时机好好把握机会 call 我参观啦、啊。